大概10多万人民币一个平方米。10多万人民币一个平方米，那你乘三十平的话，赚10万，那只能让150万到200万的价格，赚30万。那它的快要接近楼顶那些是超大的那个360平米，它拍下来很漂亮啊，奢华。那这个是。白色的柱子，那个远远看过去了，对了，那个海上观音了啊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在这个公园上面呢，大概半个小时的游览时间。我们等会儿也是回到这前面这个亭子的里面，说看啊，那个怕辛苦的人就在前面凳子上坐着休息，怕辛苦的就跟着阿东一起往上走了。他们另外一部还没来哦。他一部他没来。对，还一部他还没来。我说好像看了你们叫我。来来来来，7个，坐满了可以坐七个。我们2点钟在这边来集合坐车啊，哎，因为10分钟就走上去了。好，来各位，我们慢慢往这上面走了。我们熄火，熄火，车子根本开不动，太重。等会2点啊，在这个亭子这里集合坐车下山。